下面请您欣赏小曲传奇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哎，好，谢谢这几个大姐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这几个大姐夫啊，谢谢。啊，这就是听相声的乐趣，对啊，互动就是啊，嗯，哎，好，哎呦呵，这大哥岁数不小了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嗯，咱们俩唱一《红阳颂》怎么样？这不唱，你看，说相声嘛，老得来那个观众喜欢的，是。你要站这儿说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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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上啊！嗯，再说一遍，我听听。他让你学猫叫啊，我学狗叫吧啊！你来晚了。当年于老师在台上爱唱爱闹的，后来岁数大了，他说不合适。对了，学猫叫，后来让大伙儿老说他跟老骚猫似的。啊，于老师就不愿意来这个了哈。嗯，可当年学猫叫那还网络挺红的了。啊，人家网络歌曲是吧？哈，嗯，你看我来不了，没学过，确实，好多网络东西我都闹不清楚，是吗？啊、后台看小孩们拍拍拍拿放什么的，啊，对对，来，咱来一回吧，啊、这太考反应了，要跟上时代，那倒是，得知道观众喜欢什么，嗯啊，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，嗯，但是说好了也不容易，紧跟时代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哦，啊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对，咱们得好好说，得对得起大伙。是，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嗯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好，那来一个，还是这个，嗯，再来一遍，那是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嗯，就是我感慨命运的安排。哎，怎么就想起感慨命运了？真的啊，我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信。哦，到后来逐渐岁数大了，就觉得很感慨。是吗？冥冥之中很多事情很难说得清，讲不明白吗？哎呀，人老说呀，这是他的命运如何如何。哦，想了想还是有道理的，命运这东西有道理。这个桌子上放着两碗米饭，哦，这碗被人吃了，嗯，那碗没被人吃，哦，被人吃了，吃完之后经过他的消化，嗯，排在厕所了，是，哎，这就是他的命。米饭的命，还是个命，最后就是这牌子那儿，这是他的命。是那碗没被吃，嗯，那一碗就是他的运，哦，他的运气好，嗯，没被吃。对，当然最后没人吃他，长了毛了，有虫子了，再扔了厕所，还是他的命。哎，命该如此，这天下事难受，咱俩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。那倒是，就干这个了吗？好多事情，你人对宇宙的了解连5%都不到，太少了啊！嗯，这地上有一蚂蚁，咱把这蚂蚁拿起来了，嗯，装一玻璃瓶子里，揣口袋里。哦，坐飞机，甭管上海南上云南，你到那儿去，把这蚂蚁倒在地上，让它看看、嗯，再装上，坐飞机再回来，这蚂蚁还倒在堆里、哦。这个蚂蚁跟那些蚂蚁说：“我今天飞了，看见这个，看见那个了。”那一帮蚂蚁也不会相信他说的话。太传奇了、啊、因为超出他的认知嘛。嗯，天下事就是如此。哦啊，你不能说有人抬杠，我没有看见的，我就都不相信、嗯、WiFi 你也没看见，你能说没有吗？哦，声音你也没看见，你能说没有吗？嗯，秦始皇、朱元璋、包公，哪个你都没看见，你能说没有吗？嗯，不能说你看见才算有，你也没看见，我上你们家去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去过呢？这怎么绕到这儿来的？这句话这是太快了，这个。所以说、嗯、这个说相声不容易啊，对，是干什么都不容易。那是、嗯、后台演员，我老跟他们说，努力啊，努力是对，努力你就会成为相声一哥。哦，不努力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。哎，一哥们儿，知道吗？就差远了。我们哥俩、嗯、我们打小就干这行啊，是一晃说了半辈子相声，嗯，越学越难。觉得难了。小时候学相声，学这学那个，
不觉得怎么着，上台就说呗，冲劲儿啊，岁数大了，哎呦，嘀咕了，这个对吗？哦，这是不是不好啊？嗯，你人呐，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。包括我看谦儿哥在后台，我刚才我端详半天，看什么呀？他都白头发了，那看到岁数了。我们小时候那是我们这一房里边最嫩的一个了，嗨，谁都年轻过，真的，那小脸蛋儿，哼，嗯啊，一掐一兜水啊，别太使劲，真的。我印象很深，他那会儿二十来岁，骑个大摩托，哦，穿一个浅黄色，就是鹅黄色的一个皮夹克，哦，很那个骚啊！哎，什么话这个？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嗯、是荏苒啊？什么叫荏苒啊？是，就是人一说都是时光荏苒，就是日子过得快。荏苒就是你们吃那苏子叶儿、紫苏叶儿啊，那玩意儿叫荏苒。你就看他这几个月，他变着色儿。打绿的变紫的，如何如何？这一辈子过完了，它叫荏苒。哦，时光荏苒，就说人这一辈子就跟这叶子似的，快。你也没想到您现在都这岁数吧？可不是五十多了，五十多了。你看，你看这脸是，它越来越，还胶原蛋白呀、啊，年轻的是。那会儿小脸蛋就跟那个跟孙悦那屁股似的。这什么比喻这是？您能不能比喻点好玩意儿啊？您这，请原谅我的措辞、哎、啊。后台看嘴巴子都耷拉下来了，松弛了吗？人老了呀，啊，人老了，真是，我也问过他，我说这个您这个刮脸的时候难受吗？你看他也承认，也承认啊。你为人家女孩一那什么就愿意拉皮儿什么的啊啊！我也劝过他，是吗？我说你去上拉皮儿，你也来拉皮儿。是啊，他去了，回来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就卖完了都啊，没有黄瓜了也，吃的那拉皮儿啊。我说你糊涂，就把脸拉上去，对不对？啊我说你看你这个刮胡子刮脸啊，这都是褶子，脸都耷拉了。是，后来我给找一朋友专门给他刮脸。哦，有这技术。我有一哥们儿、哦，原来是发廊小姐。对，你等会儿，啊、你有一哥们儿是发廊小姐，您，他原来是发廊的小姐。这不重要，圆不过去了。不重要，不重要啊。啊，就是我这哥们儿会刮脸剃头啊，就有这手艺嘛。我说你给谦儿哥弄一下。嗯，可以。来了。哟，于老师，我太喜欢您了。哦，我天天听您相声睡觉，是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的、啊，给谦儿哥服务好。嗯，那个于老师、嗯，您是用那个电子产品还是用传统的那个剃刀？我说还有电子，我说你都拿出来吧。掏出一个就小剃刀，那个玩意儿啊，电动的。他说这个还算挺好，现在最好用，是吗？这是日本的小电器。哟，于老师接过来，啊，很生气啊。怎么了？你说日本人还又研究这玩意儿，太没正形了啊！是吗？他们还拍不拍片了？这是什么话呀？我替人着这急干嘛呀？用那个传统的那个啊，掏出来了，剃刀，传统那个，就大伙都见过吧？是啊、呲儿那个啊，人家这个说我这个就光这刀就定制的啊，哦、这玩意儿还定制，上面带花，那钢片上带花。哦、就是，见过大马士革弯刀吗？对对对，哎，它是那种工艺，好钢。我说你看好了，咱可说好，咱是哥们儿。你看于老师那脸都耷拉到哪儿去了？嗯，对吧？都耷拉到裤子那儿去了，都到不了那儿啊，到不了那儿。他脸上都褶子，你要给他拉破了，这个不好交代，演不了出了。您放心，没事。嗯，掏出一小盒来，把这盒子放这儿。这哥们儿先戴上白手套，嚯、哦，打开盒、嗯，盒里边两个核桃，俩核桃，揉了那核桃，哦、有俩。是拿出酒精来先消毒，哦，纯棉的纸把酒精擦干净，又拿矿泉水又冲，哦，冲完又把它擦干，嗯，戴着手套拿这俩盒子，是于老师您张嘴，于老师，我得听话呀、啊，搁嘴里边，嗯，哦，把这儿给冲起来，鼓了，人这小刀拿起来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把刀弄快了，刺儿刺儿，呵。行，眼瞅着刮的就跟那小段子面似的，他就胀起来了吗？于老师也高兴，嗯嗯嗯，好，嗯是，每人再来两大碗，哎，行了，高兴，嗯啊，于老师这核桃这主意太好了啊，是这主意太好了啊，嗯嗯，是您放心，踏踏实实有这个有的是办法，嗯，这我万一我咽了怎么办呢？啊，也不是没这可能啊，哎，哥们乐了，您真会开玩笑啊。不要紧的啊，要是咽了的话、嗯、您就跟那几个人一样，怎么过几天给我送来，别别别，
这是哪儿来的？这是。于老师当时就愣了。啊啊啊！我啊，行，我也过几天给你送来了。怎么意思我这？哎，行，别看了。好啊啊，好啊啊！好，说干什么都得研究。是，这是方法，是不是？剃完头，刮完脸，于老师就很精神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啊、当然，最近是没烫头啊啊啊！但是依然站在这儿，神采奕奕。这精神劲儿吗？对，但是这岁数其实已经得服老了。当然，人得这都是土埋的多半截的人了。嗯，干嘛还多半截啊？土埋就土埋半截就可以了。啊、这都是土埋的眉毛的人了。哎、好，还不如半截呢。好好说相声吧，师哥。应该这样，好不好？对，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。嗯，但是也是最难的了。啊，都不容易。四门功课啊，脱鞋上炕，好。说学逗唱，上炕就唱，不是没听说脱鞋就唱，没有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啊。对，我们这个唱分两种，嗯，一种是学唱，一种是自己本门的唱。是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，哎，除了太平歌词之外，你唱什么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小曲儿，唱个外国歌，嗯，都是说学逗唱的学，啊，属于学。哎，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啊，嗯，给大伙儿唱两句好吗？哎、好，这个。这东西很简单，是吗？很简单。过去说相声、哦、拿这个招揽客户，哦啊，你白天跟街上说相声，怎么能把观众叫过来呢？是，就是先唱两句太平歌词，嗯、观众过来了，咱们开始说相声。哦，干这个用的啊。那您唱两唱两句哈、啊嗯，唱点什么呢？啊，来，各位出，哦，单刀会好，还有什么？骷髅叹好，哦，白蛇传好，好。我们只能满足前三位的要求啊！嚯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劝人方。嗯、这，您这是满足了吗？您这满足不了。嗯，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，父母养儿鱼帅子，子孝。孙贤水养鱼，弟兄们要相和，鱼儿帮着水，妯娌们和美，水帮着鱼。人生在世非容易，气化清风肉化泥，龙游浅水遭下戏，那葫芦平阳被犬欺，得了志的狸猫他唤死虎，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，猛虎岂在当道卧，昆龙也有上天时，攒下了金银催命的鬼，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，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，树木狼林有高有低，我是劝诸位没有钱别买那看家狗，有了钱别娶那活人的妻，去死三分别去告状，宁饿死别做那犯法的，三条大路当我家走，去去弯弯是不敌阎王爷，好比是打鱼的汉也不定，来早雨来迟，昨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，不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，彩木两人的斗，死后只剩下板灵席，空见那笑死在灵前点了三杯酒，谁见那死去亡人他把酒吃，空着手而来你就空着手而去，纵剩下万贯家财你拿不低，趁着胸前有点气儿在，我是劝诸位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积点德，听点相声那是赚的好。劝人方太平歌词，对，劝人方，嗯，说相声不容易就在这儿了，
怎么？不是一上台就是好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观众就爱听了。是，你得有正经玩意儿。你看这大姐，她爱听，你看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就都是学唱。学唱都有什么呀？你看前些日子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公演，对，在节目里边我带着张云雷啊，带着陶云胜啊，一块唱了好多小曲儿。是是是，那都属于学唱的范围。哦，都属于学。对啊，这个小曲儿可是大伙儿喜欢。我不知道有一个这个外国民歌你们熟悉不熟悉？什么呀？就是恩西马之歌。不，没有。不这他头一句叫桃叶尖上。不不不，只有我熟悉那个。哪儿有桃叶尖上尖，那叫探清水河。对了啊，探清水河那个唱的太多了。嗯，我上一回唱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，就在这个舞台上啊。你们上网搜一下去，我穿了一红西装，我也不怎么想了那会儿啊。在这唱这个小曲儿，真是打恨不得叫清末呀民国就有。Oh, 啊，北京小曲嘛，嗯，后来呢到处都唱，人家东北二人转也唱，各处也都唱，叫探清水河，嗯，后来呢就是有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地方也唱，哎，导致大伙对这个小曲有偏见。哦、啊、当然流传很广远啊，国外这您是熟悉的，也啊，恩西马也唱。嗯、啊，小曲很桃叶的肩上肩，嗯，柳叶遮满了天。也不都不齐，再来啊！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今年咱们玉米大丰收啊！对，咱们祭奠玉米神啊！欢迎到赞比亚来。桃叶的肩上肩，柳叶遮满了天，在七位的这个名啊，恭喜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，安安安哎，这就是小曲儿《探清水河》。小曲儿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演变，是吗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好听就行。哦，得耐听。你比如说我们上回唱的那个《茉莉花》，不知你们有没有印象？茉莉花，茉莉花，茉。哎，对对，有人有印象啊！啊，这唱《茉莉花》在台上让张云雷跟陶阳俩人把我给害了啊！怎么在后台都说好一块唱，上来就这俩坏蛋不张嘴啊！《茉莉花》大家都熟悉，您熟悉就是说，哦，这是那个江苏民歌吧？嗯，其实这个歌最早有，应该是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嚯，正式见于文字记载是清乾隆年间。嗯，它的本名叫《鲜花调》。哦、啊，我发现这个《茉莉花》这个歌在中国所有民歌里边应该排第一，怎么？因为它由南到北，什么叫两广啊，什么福建啦、啊，什么内蒙、山东、河北啊，东北有地名地方就有这个《茉莉花》，全唱的都不一样，哦，还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你看北京咱们唱那个，我前两天唱那个，那就属于用莲花烙的老调，那个牌子叫拿蚂蚱，他唱的那个。啊，他其实很接近于后来传到东北去的那种唱法。怎么唱啊？哎，茉莉花，我唱两句，你们听听啊。好，他那个一段一段不长，但是唱全了是十多段，咱今儿不唱这么长了，掐一点啊，听个味儿。嗯嗯，好了一朵茉莉花啊，哎哎哎，好了一朵茉莉花啊。花也比不上他，奴家有心哪、啊、恰花带有不这个看花人哪、啊、看花人妈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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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有点意思，就这么一段一段唱啊，大致能唱到天亮去。哦，老翻着唱，哎，唱的要好听有意思。嗯，这个小曲儿就是有的唱景，有的唱歌，有的唱人。嗯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哦、你看这混沌初开不就是唱人吗？这是混沌初分，混沌呐、啊，你听哪个？嗯啊，您打的唱哪个？混沌初分，天地不开，才
来引出朗朗乾坤花花世界来，哎呀都说是英雄造时势，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买，孔夫子卧室困臣才，姜太公不得时坐在了钓鱼台，朱买臣不得时上山把柴打，吕蒙正不得时寺庙赶过斋，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，也无非鸟为食来人为财，我说此话诸君若不信呐、啊，倒不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、您这最后一句是后改的，那不重要听个味儿，那不重要啊。小曲儿太多了，是可能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这类东西啊，爱好这边边大的说相声，你问他们他不爱跟你聊这个，不喜欢。我是打小从小时候说歌谣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啊，四六八句呢，一说，哎呦，高兴，几岁就那？你还歌谣呢？咱们小时候咱们都会，你们大伙儿也都是，可能现在孩子不像咱们的童年时代了啊。您说小时候那童谣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个洞，洞里有个锅，锅里有个盆儿，盆里有个碗儿，碗里有个碟儿，碟里有个勺，勺里有个豆儿，我吃了，你馋了，我的故事讲完了啊！对对对。是不是小童谣、这都小时候那个是反正后来上学了就再说了，那个就文学性强一些了，高雅一点了。你看拉大剧扯大剧，姥姥门口唱大戏，是接闺女抱女婿，于谦也要去，不带你去气的于谦不是我小外孙子一样、我提这想干嘛呀，原词儿小外孙子也要。我有一次我就演出，我听见张鹤伦在台上，我给大伙唱一个吧，唱一个，哎呀我的天儿，破鞋露脚尖儿。对，有这个，你们听过没有这个？他下后台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哪儿听的？这是我们创作的。我说你住口！我说我童年时代就听过这个玩意儿，怎么你创作的？啊？他也愣了，他不能吧？我说你看，这是天津童谣，我小的时候有这个吗？我们只不过我们那是这个皮鞋露脚尖儿，到他那改破鞋了。哦，我印象很深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个。怎么唱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儿啊、皮鞋露脚尖儿。老师让我交学费，我说等两天儿。老师找我爷，我爷卖皮鞋；老师找我奶，我奶卖牛奶；老师找我爸，我爸卖羊辣；老师找我妈，我妈不在家；老师找我哥，我哥坐火车；老师找我妹，我妹叠花被，气得老师流眼泪。就这玩意儿。你说一提还真有意思。怎么就这个呗？是的、那个，那个什么。土地庙，土地神，土地奶奶睡凉席儿。树上有个人露着小肚脐儿，我一回头看，原来是我儿。你往那边唱去。什么呀，您这？因为到我这儿没好的，您这。这是最基本的民间歌谣童谣。当然有些个就是现在也不适合跟大伙儿念叨，因为怕你们会听完乐完出去找地儿汇报去。你这哎。其实没有汇报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是没不了解他们。靠后边那几排估计有同行在底下。没有，拿本儿正记呢啊！不用，不必给这句话。哎，这个字怎么写？没有，不认识字，带着字典来的似的。认识字他就不干这个事儿了啊！没事儿，就是不有的歌谣不是我编的啊！我不是说为了站这儿教你们说这些个。好像品味并不这么高雅的歌谣、啊，只不过咱念的传统文学，是不是？它也是传承下来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因为小的时候他在北京长大，我在天津长大，是有的歌谣不太一样。你们小时候小孩打架的时候说那个歌谣吗？打架，我们小时候一说打架，打架啊，打架就开始了，什么你一把我一把，是跟谁打架就说谁名字。哦，叫谁名字？那就你们听好了，我就模仿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啊。是是是，您别这会儿乐完了回来出去之后一边跑着啊报告去了，这，就没意思了，咱们就啊，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至于至于至于是吗？你就这么嘱咐都不管用。哎呀，他坐底也乐，乐完之后他也哦汇报去喽。哎，那么高兴吗？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。就我一想我就是忘是吧、打架的就是玩打架那个啊，你一把我一把，什么这玉谦屁股什么打敲大叉啊，就赶辙，就赶辙，就跟谁玩说谁、哦、敲大叉、你也敲我也敲，玉谦屁股团元宵，你也团我也团，玉谦屁股什么这个玉谦屁股撑大船，哎，你也撑我也撑，玉谦屁股点花灯，
你也点，我也点，于谦屁股一块选，你也 K， 我也 K，K 的于谦打滴滴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怎么还是长掉门了？你唱着到最后小孩兴奋了，你兴奋了那是。哎，你要是这么唱，是得举报去。您这，别人不举报，我就举报去了。因为你要举报，有情可原，因为我们 K 你了，是吧？你要没让 K， 你干嘛举报我去？是不是？啊，行了，这就是童年时代。是，好多出版物还都写过这类东西，都写了，也谈不到什么低俗不低俗，这就是、啊、也是一种市井文化嘛。哦，那我们小时候就爱听这个，好玩嘛，这小孩嘛，四六八句的啊。后来还满处问，就那个小曲儿。就一看我们爱这，有时候门口有那个大爷大妈愿意教给我们。哦，那我们那小时候，你看我们有一个姓姚的姚大爷，姚大爷，姚大爷就是我教你一个，你爱唱这个吗？老头教着教孩儿，小孩儿，哎，老头呗，他也没事，他坐在门口台阶拿这个报纸卷这个烟，啊，现在没有了吧？没有卷大炮吗？那叫烟叶儿，烟叶儿，他有一碗儿，都是那烟叶儿搓的。嗯，我们就小孩讨好的，给他往外摘那个烟丝那个梗子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我给摘那个。啊，老头儿高兴，拿那报纸，嗯，卷，完咱唾沫舔。是是是，一拧子一拧子的哈。对对对，现在横得四五十岁往上了才见过这个。是，现在没有了。嗯，哎，弄这个，老头儿高兴，叫你唱一小曲儿啊啊！这老头儿也是闲的。哎，他曲儿。还教不教了？小孩一直等着呢，你这过瘾来了。姚大爷还教不教啊？对啊，教教。再卷一根吧。哎，好，没过瘾。教你小曲啊。嗯。教你往心里去，得会唱啊。啊，得学。干嘛教什么呀？听着。啊。五月嘛五月里呀、啊、月儿照花台，虎厅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歌来，情歌你走过来呀，情歌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脚步你要轻轻地迈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，哪里去打牌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，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哎，好嘛，你别说老头唱的还不错。谢谢姚大爷，哎，挺好。哎，过两天还来。啊，老头喜欢。为什么过两天呢？啊，我得回去背这段去。哦，还真得学一下。过两天他检查作业，还真严谨。哎，你唱下来了，他高兴。哦，再教你下一段。是是。过两天去了，唱完了，大爷高兴。啊，拿啤酒。啊，好好小子，是就得教你这样了。你看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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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家伙！全毛病，再教你一个，嗯，教你一个严禁赌博的，啊，这个题材好，教小孩就得学好，早干嘛去了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个就是严禁赌博，不许打牌。好，这个题目呢，这个小曲的题目叫看牌，知道吗？这是严禁赌博的吗？这个批判性的唱。知道吧？哦，哎，这叫看牌。您看吧，这个小曲的全称叫嗯老娘们看牌。对。哎，同行你好。最次得是个三级演员。对，你跟我上赞比亚吧。你带着绳子跟他一块儿去。看牌啊，看牌看牌，小点事别让听见，因为这个东西很高雅，不能让他们都听见，文学性很强，会被人家笑话并且报告的。啊，争，你看你发音图字，争，字儿很重要啊。行，主要听内容。
正月里来是吧新年儿啊，有一帮老娘们儿啊学会了看小牌儿啊、嗯、也不管男男女女都在那一块儿坐呀，盘着腿儿笑颜开，吃奶孩子搂在怀，嘚儿啊没摇一儿摇啊，同这人结纽扣啊有点摸不开呀。哎呀，还酒格又上来了。嗯嗯嗯嗯，回去唱去吧。还学这个？过两天再教你一个更好玩的、嗯、啊。嗯，姚爷爷，过两天教什么呀？嗯，不能全告诉你。哦，前俩字儿叫十八。越教文学性越强，你看。要不你是艺术家呢？有趣了、啊，姚爷爷，我又来了啊。姚爷很高兴，嗯，不行，就屋里头吧。你干嘛还坐院里？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个小曲儿有人批判过，是吗？但是姚爷爷要教给你，记住了，嗯、咱们把它换个名字，啊、这个小曲儿叫《十八不让摸》。哦，你看，你看你，你不服行吗？对吗？高雅了很多。我要跟你一块儿，我要跟你一块儿睡觉，这是流氓。嗯，我跟你一块儿起床，这是徐志摩。你看，啊，哎，你说十八摸，他能报告去？对，十八不让摸，你还能怎么着？对，他十八四十六也不让摸呀。你学哪儿的？学东北的唱法，还是安徽的唱法，还是河南的唱法？会的还真多呀，这位。我说那就先学北京的吧，啊，北京通俗易懂。坏了，那会儿打电话，咱先别唱了。咱们不怕、啊，很简单，其实是一个很通俗的小曲儿啊。啊，半那夜三那更，睡呀么睡不着啊，摸头摸脚解心宽，吃吧隆咚锵咚锵，我不让你摸偏要摸，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，哎吃吧隆咚锵咚锵耶、yeah! 嗯，就教这个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啊啊啊，哎呀，这个老爷子我很爱他啊，我是跟您学了好多，谢谢姚爷爷。嗯，你这孩子嘴不利索啊。鱼什么咬？哼，我儿子也是说相声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说其实听着还挺奇怪，我是饶了我了，不会，这说最后绕我这儿来了。我不会在台上再提你父亲。那是不提了啊！嗯，姚大爷，行了行了。其实呢，你看，我一段段唱，你们不了解，嗯，这儿唱了才好听呢。哎呀，没有客气，打小一块儿都是干这个的，嗯啊，你只能说有个调门高低，会的多少，但说要于老师那不用说，真的，于老师尤其唱这类小曲小调，他另一个味儿。因为什么？你看，我还得出去找人家学去。嗯，人家在家就能学。我这家传是吗？没有，这个跟姚谦老师在一起合作。行了行了，改姓了我都。咱们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？那倒可以。你看看，您得带着我。什么学猫叫您不唱了？这个正经的玩意儿，弘扬民族文化，我觉得应该有您。那可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先给您点根烟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不至于。那也没传下来、那个、啊、其实我们在一起唱的最多的呢还是跟曲艺有关的东西。对，您上网搜一下，于老师唱过很多，比如京韵大鼓啊、单弦啊、插曲啊，嗯，这类东西于老师没少唱，唱过几段。他的嗓音，您大伙都知道，他还抽烟、嗯，这个烟酒嗓其实在我们这行里边很值钱，那叫云遮月呀、啊。哎，你看着、嗯、特别亮，金属音那个倒一般，您也没那，所以就是人家这个，哎，你听这嗓子哑不哑，还亮不亮？这个它出味儿 啊。我们在后台我们也对过啊，嗯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俩找一个咱们对唱的节目，可以给大伙儿唱唱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嗯，这个那后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剧种，嗯，叫曲剧。有啊，咱北京有曲剧，那是当年在周总理的扶持下，北京地区唯一的
地方戏。是，你说京剧，京剧不是北京的，嗯，评剧不是北京的，对，梆子不是北京的，昆曲不是北京的，但是北京曲剧是北京的。哎，这点你得承认啊。嗯，他是把曲艺的好多曲牌，然后放在戏里边，大伙儿来演，非常的好，好听，非常好。嗯，曲剧有两个老电影，啊，一个是《箭杆河边》，有名，哎，一个是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是，这是当年曲剧的名家魏喜奎先生，嗯，带着好多曲艺的前辈们一块拍的。是，我个人比较喜欢《箭杆河边》，也是很有名的戏。《箭杆河边》有一段对唱。是，就是佟大方先生和王凤朝先生俩人对唱，哎，好听啊！王凤朝先生是曲艺的前辈，嗯，佟大方的徒弟张文顺先生是德云社的元老，是是是啊，所以那会儿后他们老唱，咱哥俩就把《箭杆河边》里边那段对唱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呀、啊，好吧，没问题，哎，太棒了啊！好，那咱们各位算来着了，嗯。这个咱们这样，咱要唱、啊、咱别素着唱，咱们带上乐队，咱们热闹热闹，好不好？嘿，这过年了，您、哎、瞧。来来，我先把我们乐队请上来啊！好好好，咱们再介绍。来来来来，真有乐队，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。嗨，他们是负责搬椅子的啊啊啊！哎，那这两位就不一样了，这俩是电工。啊，好，您看了吗？三个椅子，三个话筒、嗯、啊，这说明是三个不一样的乐器。哎，是的，嗯，好，齐了，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乐队，快来来来，弦师，快来，嗯。这三位是我们德云古曲社的青年弦师啊，这个打头开始他拿这大家伙，这叫四呼，这孩子呢我得单独介绍一下啊，来来来，他是我徒弟啊，他叫田龙启。哎，我们老说龙字科龙字科，他是龙字科第一个有字儿的孩子，您记住了，田龙启啊。嗯，哎，旁边这个戴眼镜这个胖子呢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德云古曲社的弦师啊，我们的小孟啊，你记住了啊，灵着呢。旁边这个抱着牛腿、抱着火腿这个，这叫琵琶哈，这叫壮壮，你们记住壮壮就行了啊。嗯，好，你们定定弦，于老师，哎，咱们就分一下这俩角色。好，我唱佟大方先生那个活吧。那我就来王凤朝先生。对对对、嗯，这里边剧中是两个人谈事儿，是啊，而且这里边呢身份不一样。嗯，我是你大叔，啊。是这个辈分，哎，这是假的，你别以为如何、哎、呀，他是他叔，好家伙呢，我又搓一辈等于是吧，啊，还高一辈本身，来、哎、咱们开始啊，来，您一喊大叔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啊，可以，来来，我这拿着烟袋啊，我拿着烟袋、哎、来，大叔，哎，这么在地下、啊，你欠着算起来足有五十多，哎，您得把良心当价格，我凭良心把话说，我若是昧着良心做，上气就啰嗦，怎能让你受折磨，咱俩人把账慢慢地说，那这钱您就不要了，凭什么，我是你叔，别提这个了，那怎么办呢，我有个主意，粮草活，把你那四流地你好好四农说，大虾粮食全归我，归你我可
怎么活？哪儿能叫你没法活？一定要摸，我偏不让你摸。我一定要摸，我偏不让你摸。哎嗨哟，哎嗨哟，哎嗨嗨嗨嗨嗨，哎嗨哎嗨，摸别摸，什么玩意儿这？好嘞，谢谢。还是当初姚大爷教我那个记得词是那是嗯，好是那意思。我没想到，没有您唱太好了，谢谢，唱的有味儿。这个玩意儿几句家传它是不一样，别提这。咱们再唱一个吧，啊，再唱一个好不好？您唱的，人家孩子们都来了，大老远的，要不你也得给他那些钱，知道吗？哎、您说吧，这怎么个唱？让他们多来一会儿，待会儿完事还跟着擦地板，背我回家呢啊！哎呦。许剧俩电影，还有一个叫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，这戏也好啊。咱把《杨乃武小白菜》也唱唱。那戏不会。啊、你看，又客气了啊。啊，他只能说他想不起来了啊。那不要紧，有我帮助你呢。怎么呢？《杨乃武小白菜》到最后的时候，俩人见面有一段对唱。哎，我先唱，唱。您要想起来就唱，想不起来你努嘴，我就接着唱。哦，好、啊。那主要这个戏曲界有一个窍门，在台上谁要是忘了，一努嘴，别的演员哦就知道他忘了。就接着唱了、哦、不能让观众看出来、不能掉在地上。好，我演杨乃武。那我你来小白菜。俩主演。你稍微岁数大点。岁数您啊得刮过脸儿，我要拿那核桃去。你不用。干嘛您打又说一遍吧那个。我们得给您稍微的有个样子调整一下、啊。捯饬捯饬啊。你得让观众觉得哎这是小白菜。化化妆。哎、嗯、来侯震老师。侯老师、啊。哎。老侯快来。哎。你看了吗？哎，啊，太好了，给您颗白菜，哎，一会儿您抱着它，大伙儿一看，哦，这是那小白菜儿，好吧，这是大白菜啊，这，您就拿小白菜看不见了，作笔成样、哦，观众一看，哦，这小白菜，这我也能想得起来，对，是吧？侯老师还给您拿个小辫儿来啊，这，啊，您看，您这也是我的，你戴上像个女的样子嘛，哦，来，你瞧，你这好多了，这就，哎。要不咱们这个行吗？好，真的啊！您要说行，一会儿我出门也带着。别、啊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好吗？那咱们就开始。嗯，我先唱，我唱完是您唱。您要能想起来就唱，啊、想不起来一努嘴，我就努的好，好不好？行，来，好了，行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来。躲躲藏藏，就便是最后关头仍然无望，我也要诉真情打上苍，赤贪关马枪两纵然我一死明明冤枉，时光受尽了飞行啊，我遍体鳞伤，到如今回家杀身声名丧，好破残白发娘，哭一门痛断肠，儿丧父泪悲伤，妻丧父痛悲凉，包解书应告御状，滚钉板刑不堂，命告官罪一场，我这一家打消见阎王，我那亲娘。
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。去你的！